编号49842，圈口五十三点三，短径圈口48.3，条宽11.8，厚五。这是一只油铅色带。油铅色的一只诺宾种贵妃镯，这只贵妃镯整体的底子细腻，光泽度很亮，水润度很好，边透感也不错的一只手镯，透到你我手指的肌肤的颜色是能够看得到的，但是它整体的颜色很均匀，上手的感觉是非常的低调内敛的一只手镯，手镯上也有一点小小的瑕疵，但是并不影响手镯的美观。我们先来看一下，在手镯的这个地方有一条就像头发一样细的石纹，轻微的有点小枯感，这条石纹在外圈上也是若隐若现的，能够看得到一点点，但是它隐藏在这个绿色里面，不是特别明显的能够被看到。那我们再看一下，在手镯的这个地方也有一条很短的石纹，轻微的有点小枯感啊，但这条石纹呢在外圈上它是没有穿透的，在手镯的这个地方有点点那种小旷影啊，但是这一些旷影呢虽然有枯感，它没有穿透到外圈，整只手镯在自然观下看，就说这些纹它一点都不影响手镯的牢固性及外在美观，正常的佩戴也是一点问题都没有，性价比也是特别高的一只手镯。